21层江女士，今年53岁，因为浮肿半年加重已灸，于5月18号进院。患者在半年前因为感受风寒之后出现这个咳嗽气的，下肢有浮肿，在门诊给予小青龙汤和月贝汤治疗已灸后，咳嗽浮肿有明显的好转，但常常有心悸气的。这个礼拜呢，下肢浮肿呢，经头面浮肿呢有明显的加重，并且有咳嗽，卡白色的泡沫样痰，有心悸气出，心小体硬，大便痰一天3次，时时恶心欲吐，小便量明显的减少。患者既往有慢性咳喘病史21年，病情的这个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。现在我们要给病人做个简单的重点的一个检查。那面部表现呢，是面部萎黄黏黏，旁边有轻度的浮肿，嘴唇有了轻度的紫绀，肤际急促，肤际急促。总的看我们说这个腕疹它属于一种小型同时这病人显得很疲倦疲惫，疲惫挺自睡非睡的一种状态。像我们看这个酸下肢还有轻度的浮肿，轻度的浮肿2天前的这个肿比较明显，因为昨天使用了这个有效的中西医药物治疗之后呢，病人的下肢浮肿有明显的这个减轻。他这个虚里波动啊，硬直明显，均数，但是波动的这个次数每分钟有100次。你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有点咳嗽，气促。感到心跳吗？心跳。有心跳啊。一般的什么时候感到心跳啊？是坐起来的时候？躺着的时候，心跳厉害一点。他起来的时候呢？就活动还是怎么坐起来？对，活动坐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心跳？有啊。有啊。你起立的时候感到眩晕吗？有啊。想不想吐啊？想吐。想吐。他说他有起坐头眩、心悸加重、恶心欲呕。现在我们看看他的这个鞋上，我们看他鞋子很淡、烫，边有齿印。太薄白，眉下是寸关尺三部眉琴弦而说。请樊老师对现在症进行归纳并进行辩证认治。这个病人头面刺和浮肿，心悸气短，咳嗽怕白痰，舌是淡烫太薄白，边有齿印，脉象是沉弦略数，这个还小便短少，大便黄，一天3次，这个是阳虚水泛症，应该用真火汤治疗。小俊同学有什么补充？本症只有外在表症，现患者仍有咳嗽卡痰，是否还有表症存在？现在咳嗽卡痰不是外在表症，是水饮社会晦气宣讲失常所致。朱老师，请问这患者除有水肿下痢之外，尚有心悸、呕吐、咳嗽、头晕，应该怎么解释？这个问题提得好。金武汤为阳虚水泛症，由于水气变动不居，水气及心降，水气向离向上心肺，会出现那个心悸气短。清阳不兴或出现眩晕，水气犯胃或出现恶心呕吐，水气下聚夹黏或出现下痢，所以说它出现的这个症状危害甚广，所以我们要对金武汤的症状啊要全面讲过，一定要结合82条和这个316条啊一起来学习。所以说这个心下悸、头眩、心语动、静静与霹雳等都可能是金武汤所可能见到的临床表现。朱老师，
真武汤证和宁贵竹竿汤证什么鉴别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宁贵徐干大火真武汤证的鉴别啊，赢得很强大，需要我们清晰的区分开来。宁贵徐干汤它主要是鼻阳嗅损，水平中焦，这个水气啊停在心下胃脘部，它的部位比较局限。它的临床表现有心下痹、气象冲心、起着头眩作为主症。在鼻阳嗅损得不到进一步的治疗，鼻阳嗅损进一步的加重，可以发展成为这个鼻肾阳气的虚衰来出现这个真武汤证。所以真武汤证啊，它的阳虚比宁贵徐干汤进一步的加重，而水气泛滥呢也进一步的加重，它是水气泛滥全心。它的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，由于这个水气啊，水气机的心降，从象焦来说，和它出现头眩、心悸、气出；从中焦来讲，它可以出现这个呕吐、恶心、心下痞，啊，甚至可以出现这个下痢啊、小便不利啊、四肢沉重、疼痛啊等等临床表现。总之来说，真武汤的这个无论是阳虚还是水气，啊，它的病变程度都比宁贵徐干汤要严重。但是两者之间存在联系，所以呢，我们进行区别。